第二题咱们问一个英文 How about you 什么意思？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说对了啊，他还想改你呢？你怎么样？说对了，是想到了怎么样的意思？哎呀，再听第三道，请听一句话，说是当年女娲娘娘在补天的时候，剩下一块石头，那块石头被放置在大荒山无尽崖青埂峰下面，后来被渺渺真人带入凡间，历经悲欢离合。小兄弟知道这段文字出自于哪个著作吗？答对了，好，三道全对了，三道全对了。哎呀，那就把我们红桃木送给小兄弟。哎，你看你对了，他比你还激动呢。初次上台略备薄礼啊，这有一个烛光伞。哦，来，小兄弟，好，来送给你。这是干什么用的？套上之后特别暖和，还能预防脚气。哎。可以照相，来，是冠军呢。你看，这才怎么用了？哎呀，谁给咱们照？力气倒挺大的啊。